点吗？在这里点，然后拿到后面切。老板，你来一把辣椒。不用，不想要的。来一点点，辣椒要吗？啊，后面的要不要辣椒？啊？你那个牛仔要不要辣椒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下面要不要？可以自己挑选的是吧？可以可以。我要牛肚，牛肚多一点，牛筋跟牛肠少一点。牛筋小心咬折。好了，在哪里买单？三瓶牛咬折。多少包豆浆？三十五元。我怎么买？这里买，你要什么？我要这个多一点，这跟那个猪肠和这个肠跟这个搭配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还有你买猪红是吧？四十五，那你看呢？四十五是吧？可以写。三盆，那个有猪肠，那个有老肠，这两个啊？哎，是我的吗？不是，你的是四十五，你是要猪肠的是吧？不要猪肠，要牛肉，也是要牛肠，两个都有老肠，牛肠、牛肚、牛筋肠。多少刀酱？四十五。那个多的，其他都少少的啊。你多老肠了没？一个多老肠，个多一个嘛多。哎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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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不是我的吧？后面你要什么？牛肚多一点。你要不辣椒？是没有老陈三瓶，是没得系吗？老一碗再三瓶。那你不重要啊，三瓶啊。哎。啊，要老陈吗？你们之前吗？我问的，你又不听。那大概。